好啊，介绍啊，不是不可以拍 video 的咩？OK，讲要这个魔是性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艾艾叶，叶。艾叶，然后磨碎了的话就是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试下点，让我们拿一点点出来点。OK，古代是他们也有这样子的，拿一个很漂亮的碟子是，他们弄了一些中药什么，是他们这样子点，然后我们就坐外面弹琴啊，然后这边招待朋友就会招待点一个客人，香这样子，OK，招待朋友。OK，少量的话很香。这个是防病毒的，也是。OK，在室内炒。